当你用怪盗基德玩 2V8 被两个监管者针对了怎么办？哦啊！哎呀，臭不要脸，都在秀皮肤呀！你们这些人都怎么喜欢秀金皮呢？你看我。臭不要脸，二打一，过分。勾勾勾勾勾，兄弟，兄弟没勾到，还被打了一刀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